我呢一場咧就 KF1 百萬拳王嘅第七場男子64kg 嘅賽事，踢拳嘅賽例。首先出場嘅就係南方嘅拳手，嚟自就 X Battle 嘅拳館蘇子軒，戰績22戰19勝3負，2017年57kg 香港泰拳冠軍爭奪戰金腰帶，2017年58kg。Windy Hong Kong 金腰帶，2018年59kg WBC 泰拳金腰帶，2019年60kg 香港泰拳冠軍爭奪戰金腰帶。好，跟住出場嘅係紅方嘅拳手，嚟自 More and Natural 嘅拳館廖顯忠，出號老鼠，戰績39戰31勝7負。1和7KO 啊！2013年51kg 香港泰拳冠军赛51kg 少年组冠军，2015年54kg 香港泰拳冠军赛54kg B 组冠军，2016年54kg 香港泰拳冠军赛54kg 拳王，2017年57kg IFMA 世界拳世界賽57kg 銅牌，2018年57kg 香港泰拳冠軍賽57kg 拳王，2019年55kg WBC 香港區金腰帶，2019年57kg 香港泰拳冠軍賽57kg 拳王。哇，好多嘅標炳戰績啊！好，呢場執法嘅拳證咧，我哋係蘇子健先生。裁判方面咧就係趙海欣小姐、李耀東先生同埋陳家明先生。好，馬上要交俾我哋嘅拳證啦，唔該。即刻開始呢場賽事。將會以踢拳拳例進行嘅，即係都係冇爭，又可以打一失。好啦，嚟到第七場嘅精彩比賽。咁啊，兩位拳手啦，一位嚟自南方。蘇子軒啊 ，X Battle 咁啊，佢嘅師傅犀利啊，郭家豪先生。咁啊，紅方就係廖顯忠啊，廖顯忠啊，米奇啊，綽號。佢師傅係葉偉文師傅啊。米奇咧，我見佢打咧，之前都係好快啊啲拳。係啊，技巧型嘅拳手啦。速度型啊。係啦，兩個都好啊。呢個蘇子軒，我睇佢咧個上身咧幾滑啊，幾科啊，應該啲拳比較重啊。係啦，拳腳都係好重。重價差對技術型。呢場好睇一場，咁就呢場係64kg 比賽。你睇得到咧，南方咧佢嗰個，佢仲係好大隻㗎，佢大隻幾好啊！訓練有做啊！你又低數腳，跌落去幾靚，好靚咧！低數腳，但係似乎啊，老鼠啊，哇幾好咧嚇！廖顯忠咧喺度讀緊對手啊，佢係介紹嚟講咧，佢係一位係。技巧型嘅鬥心拳手，咁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！重拳架差嘅技術，佢哋位兩個都攞得好好喎，距離感係。但係廖顯忠咧，佢係一位好機靈嘅拳手，覺得佢啊，個人嚟講覺得佢好機靈嘅拳手。咁睇下邊個可以贏啊？呢場雙方都機靈啊，好似啊，林楚文師傅。我就比較雙方嘅年齡咧差唔多啦，一位廖顯忠係25歲，蘇子軒係26歲。廖顯忠就1.72米，蘇子軒就1.73米。我覺得蘇子軒個拳係比較注重重擊啲咯嚇。我覺得廖顯忠係比較靈活啲咯，靈活多變啲嚇。其實廖顯忠咧，佢過往打開係51到57kg 嘅比賽。我呢場打咗64kg，係啦，都係一個好具挑戰性嘅一次比賽啊！啊，呢個攞距離攞得好靚，哇！呢下踢個中腰，飛落去好靚，聽到啲聲啊，聽唔到啲聲。咁啊，蘇子軒就打開57到60kg嘅比賽啦，爭幾 kg 會唔會爭好遠？會嘅，會嘅。打中咗個下巴，打中要害。咁啊，仲下下啦，拳證要數一數啦，出現啲料。頭先仲要害。頭先嗰場咧就係一個顯露防守啊！呢一場顯露個速度俾大家睇。係。係啊。而家要企穩個陣腳先啊！
米奇啊，啊啊，唔好再受受重擊，翻拳啊，唔好再受重擊，應該又保持佢嚟啫。啊，呢個呢啲腳幾快啲腳。第一回合完，啱啱好精彩啊！呢場比賽啊，六啊四 kg 嚟講咧，兩位拳手嘅身形都真係算好 fit， 好靚，好靚啊！身形粗到，即係一睇個脂肪比例就少嘅，兩位都。佢哋本身應該係五啊幾 kg 嘅啫，打，聽方都未打，都打得比較重咗。本身係邊個重啲嘅？本身是如果講體重嚟講咧，磅數咧，打開係蘇子軒相對係重少少啊。咁雙方拳齡咧都比較接近啊，一位係阿廖遠忠打咗八年啦，蘇子軒打咗九年。呢場都係好期待啊！有一場好期待嘅比賽。係兩位拳手啊，都真係嚇經驗。助手離場，薛根秀。兩位拳手都贏多輸少啊！南方蘇子軒22-19，紅方選手39-31。Espito 啊，蘇子軒喺觀塘啊，踢中擋波球，去休息下，有得去休息。比賽暫停，比賽繼續。喂，好，繼續開始啦。哎呀，踢腰，好快啊！睇埋到兩個雙方。啲拳腳都係個速度喎，喂，速度得嚟咧，佢哋有力，速度有力，距離又靚，喂，所以有時贏得多係真係有原因，係啊，係啊，呢場兩位含金量都好足，呢場好高水準嘅比賽，好高水準，雙方都話大家我又贏得多，你又贏得多，呢場邊個贏得多咧？中咗兩下重 body 啊，係咯。其實中咗 body 會唔會影響嗰個唞氣啊？或者打中氣唔會嘅，係啊，睇下打中邊個位啊。如果打住個右邊個肛部咧，好容易就會輸嘅。係啊，嗰啲人爆肛拳啊，打爆個肛啊，最最嚴重嘅。左勾拳啊，好容易。喂，佢唔係勾拳。啊，如果打 body 呢位咁樣點擋咧？蘇子軒啦，就似乎係想嘗試下打 body 啦，多啲。點樣擋呢李師傅，如果咁樣中咗幾下，打 body 咧，隻手係個盾嚟㗎啦，攞隻手做個盾牌。攞個手踭啊，攞手踭擋。但你估得下面你就可能。你又轉身，轉身邊除啊？好落面咗，即刻不斷啦，閃避還擊，佢表演下閃避俾你睇下，打你尊重啊，喺度。我都認識佢啊！廖遠忠嘅表現都非常好啊，好精彩啊！好靚啊！遇到一位嘅拳腳都咁重嘅拳手，咁佢嘅能力啊，表現都俾大家睇啦。我拳得，有勾拳中咗嚇，紅方命中咗南方嘅面部，踢中腰，啊！呢個低速腳幾好。哇！有飛失，下水又飛失係啊！呢啲飛失仲唔中咧？好似中啦，即係中咗嘅。咁但係啊，南方蘇子軒啊，攻擊打嚟都好好啦。哇！哇！呢下好靚啊！好高技術。我哋叫速度仲有準。要速度有速度，要力量有力量嚇。速度都嚟，要技巧有技巧。有準程度嘅兩個拳手。林師傅點睇啊？呢場我就睇好紅方啦，係同我一樣。但我反而中意南方，南方係體重佔優啲，又中下重拳。我就反而兩個都中意，因為我見到南方佢啲拳都幾重，中咗重拳，隻眼啊，定係嚴重咧？第二回合完，好，第二個回合結束咗啦。因為本身佢係體重係重啲嘅，所以個拳嘅殺傷力。一不小心中了重拳，咁啊！而家雖然我係中意紅方嘅廖遠忠多啲，但係而家佢應該落後嘅。佢第一回合比較獨秒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嗰度獨秒係少輸咗兩分嘅。因為南方蘇子軒咧，睇佢都幾硬正。係一向佢都係硬朗型嘅拳手，重架撐。咁蘇子軒上一場咧就係對陣
嘅其實係唔加數嘅，大家都打得好精彩咯。佢體型係啊蘇子佔優啲嘅，係。其實兩個都好快，睇到其實呢場咧有機會睇到，有機會睇到睇邊個落空咗咧，即係防守咧就可能會 KO 到對手。咁今晚呢場比賽，我相信都係嚇。比賽暫停，麻煩場館助手清理一下紅色角地下啲水先。去側邊線啊，咁啊，因為要照顧拳手安全啊。係啊，你睇下佢哋啲汗水啊，打到成個台都濕埋啊，證明大家都好落力嚇。係啊，有時你打沙包都係啊，打三分鐘你已經爆曬胎噶啦，分分鐘。嗰啲係台國嗰啲水。透過啲水氣，你又比賽繼續十零秒，可能又再精彩。第三回合，一上嚟就喺個前燈，冇浪費時間啦。啊，呢個雙飛踢啦，假腳真腳啊，又中咗檔步，都係問題不大啊，繼續。哇！表演下呢下，旋轉三百六起身呢下。喂！打頭打 body， 真係好靈巧啊！阿老鼠啊，廖憲宗，搏拳啦，搏拳啦，搏拳啦，係啊，因為落斬中腰，落後緊啊，點數應該有啊，紅方落後緊㗎嘛，應該嘅點數，始終第一回合俾人讀，係讀個秒，咁就要睇翻佢可唔可以爭取翻呢個回合，啲拳術造成讀秒啦，啊啲拳術。一下嚟身失，身失，系啊，中啊，系啊，呢下都算打中啊，嚟身。哇！呢啲轉身邊槌咧，唔好睇小佢。好多人俾轉身邊槌 KO 嘅，因為個力量好大，非常之大。打呢個左右勾拳，哎，整個轉身邊槌，勾你個轉身邊槌，好有觀賞性啊！阿博拳啦，兩個係啊！見到阿老鼠都反應得好多，你睇下而家阿蘇子軒，佢左眼角都有啲中咗啊，都軟軟地啊！即係呢位拳手幾好睇，係啊，靈活多變，係佢就命中率又好高啦，技巧型啦，踢中腰啊！呢下好快入得。最後一分鐘啦，睇下佢兩個點樣發揮。係。哎呀，佢睺咗好多下喎。食過翻尋味啊！阿米奇睺佢個轉身邊槌。哎呀，打中個勾拳，係好呢個好靚。追翻都幾多分嘅第三回合，紅方。係啊，有追到分嘅。但係如果你冇擊到咧，你好難好難講啊，好難贏。睇翻裁判咁點樣判啦。咁由於呢場踢拳賽例咧，指少就其實咧，阿廖憲宗咧就比較擅長打泰拳賽例嘅，雙方都係打泰拳嘅啦，應該香港拳手本身係打泰拳出身嘅嘛，但係而家世界嘅主流好多都係香港踢拳嗰方面，而家最大嘅比賽都係踢拳。中意睇拳，咁參加我哋 KF1 百萬拳王有機會再參加比賽結束，精彩嘅比賽，參加 KF1 奧運，哇！兩位都好精彩啊，呢兩種拳都可以打，拳又好快，啲腳又好犀利，兩位都，各位拳手話啲轉身啲拳好犀利啊！大家啲支持者啦，俾多啲掌聲啊！我哋兩位嘅本地拳手啊！好，睇睇裁判方面咧，係咪？都係要花多啲時間去計下分啊，能夠使唔使咧？呢一場比賽係再次出現三位裁判判決不一致嘅，一位裁判俾和。其他兩位裁判比藍方勝。
南方的拳手胜出，换言之，即系嚟自 X Battle 的拳馆苏子轩胜出呢场赛事，恭喜晒！但系真系一定系好近，好多人都话都分唔到，唔识计啊，真系啊！好啦，事不宜迟，请出我哋的颁奖嘉宾啦！哎，我哋有请啊，夏慧 B B， 哎，俾啲掌声啊！王夏慧小姐先，哇！你睇阿夏慧 B B 真系每一个嘅场合佢都好尊重啊，着到真系好靓，好雍容华贵咁嚟嘅。好，亦都请出埋咧就系江富德先生啦，为我哋大会就系颁发纪念品俾阿夏慧姨嘅。有请江师傅。好，唔該夏慧姨。講 fit 啊，夏慧姨都 fit 啦，真係啊！好，麻煩幫我哋頒發呢一個嘅獎杯俾我哋今場勝出嘅拳手蘇子軒。另外一位嘅拳手啊，阿老鼠都係雖敗猶榮啊，真係爭好少好少嘅點數就係啊！大家都知道啊，惺惺相惜。好，影張相，影張合照。好，跟住有請啊，係啦，齊啦，江師傅一齊張相，係啦，有請江富德先生，亦都將我哋呢一個嘅感謝狀嚇。係啦，咁啊，將呢個感謝狀亦都頒發翻俾阿夏慧姨嘅，係啦。哦，一個是感謝狀，一個是獎杯，係啦，係，係啦，執翻機位先係，好醒啊！我啲拳手即刻幫手，唔該曬，好多謝曬阿慧姨同埋江富德先生，亦都恭喜曬我哋得獎嘅拳手啊！好，又睇睇我啲訪問啊，今次睇下美圖又訪問邊位嚟？